已知一公斤重等于一千克重等于 9.8 牛顿，则公斤重、克重、牛顿三个单位互相比较，何者最大？我们看到呢，一公斤重呢是有一千克重，所以当然是公斤重呢会比较大。又看到呢，一公斤重是 9.8 牛顿，所以还是公斤重比较大。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公斤重、克重跟牛顿三个单位的比较结果是公斤重比较大。所以第四题答案问我们说，公斤重、克重、牛顿三个单位互相比较，何者最大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公斤重。